飞呀，小宝贝，飞呀，我看看你能飞到哪里去。哼，把自己变成草了是吧？可惜我是牛，我要吃掉你。老天好像不想我们结束得太快哦，那就慢慢来嘛，我有的是时间啊。你在害怕什么，小宝贝？快出来跟小环鸡先生一起玩呢、啊。对，出来，别躲呀，人机来了就先放过你，一会儿再过来找你。哼，我又肥来了，不和你玩了，你这没有情趣哎。想致富啊，肯定要先捡空投啊，但是好像被人捡走了，但是被我发现了吧，肯定要追你啊，还敢下车，你怕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肉弹冲击。我看也有不少人暗恋本少吧，路过一台蹦蹦，开枪勾引他回来。臭男人，我只是露了个腿，我看你猴急的。哼，你这个大菠萝坏得很，放的子弹多，为所欲为。你看我撞不死你，可是我弹药碎了，我下车反杀你啊，你倒是打中我一枪啊，你倒是啊，你守护你蛋蛋的样子真的让人心疼，小可爱。可是渔夫哥哥的蛋已经不能用了哦，现在只能强行霸占你的蛋蛋了哟。这是什么岩浆套装，这么丑，你死。你的 P90 我可是已经垂涎已久了呢，拿了吧你。前面有人乱跑，你不把渔夫哥哥当人是吧？直播里的我被乱杀，视频的我乱杀你们，打药，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最后的敌人也是露出犄角了呢，咱们过去整死他。你是真能跑呀，死到临头了都要保护好你的蛋蛋，蛋蛋比你的命还重要是吗？我这招驼背身法你学得会吗？吃杀吃坤，战神局加14分，都给我学。